手啦。啊，那对啦。所以我们还是在新加坡比较好啊，比较安全。来，我想呢，这边有空位的话，如果没有人，我们理事长站着的朋友呢，可以到里面来就坐，好不好？如果好不好？如果真的没有人，就把东西拿掉，好不好？因为有人啊，有人啊，有人啊，哦，啊。